总是有个什么人可以说，这是我的，我没有什么东西是我的。有一天我是不是可以骄傲地这么说？如今我知道没有就是没有，我们同样没有名字，必须去借一个。有时候您供给我一个地方可以眺望，将我遗忘在海边吧。我祝福您幸福健康。